好，大家好，我叫梁远鹏，来自于新科技，目前主要是工作的开发和运维的工作，然后呢，在公司主要是负责Pulsar 相关的一些业务开发以及部署。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开源爱好者，是 Apache Pulsar 的 contributor，同时呢，也是两个 CNCF 项目 OpenELB 和 Open Yam 的 member，做一下业务的介绍。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做智慧洗手间，通过传感器和大数据等技术，帮助企业做一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精细化管理。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传统，我们去上卫生间，我们需要去到实际场地，才能知道有没有位置可以用。那么我们做的事情是通过传感器收集这些智慧洗手间的一些数据，上传到服务器，或者说是本地的一个服务器。通过计算，最终用户会在一个页面看到这个洗手间。有多少个占用，多少个可用的，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要业务。这里是简单过一下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以及各种各样的页面，这些页面呢，它最终主要的核心都是为了显示这个洗手间是否有位置可以用。接下来讲一下这个业务场景一个架构的简单示意。在最底层都是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它会通过无线的方式将数据传输到 gateway。gateway 层呢会以互联网的方式通过 MQTT 协议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一个follow one server。这个 server 呢，主要做的事情是对这个数据包进行一些解密、解码的过程。这里为了方便理解，这里画了两个 MQTT。这个 follow one server 解析完这些数据之后，会将数据发送到另一个 MQTT，来让第三方的应用从第二个 MQTT 拿到这些数据。也就是传感器的实际数据。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公司的两个服务，第一个服务叫做服务 P，第二个服务叫做服务 S。服务 P 呢，主要做的事情是解析这些传感器的实际数据，例如前面提到的它会检测这个位置有没有人正在使用。它解析完数据之后呢，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通过 Pulsar NQ 的形式将数据推送到服务 S。服务 S 收到数据之后呢，会以 Socket IO 的方式推送到用户的页面。用户可以通过 Socket IO 的协议的方式，获取到传感器的一些实时数据。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服务 P 会将传感器的数据同时推送到客户的服务上，以方便客户做一些他们自己希望做的一些数据分析的情况。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架构是这样。我们先记住这个服务 P 和服务 S 这两个服务会在后面的讲解中。占了大部分。首先再讲一下，这些所有的传感器数据上传到这个服务 P 之后呢，会做一些解析的逻辑，然后才会做这两件事情。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希望用 Pulsar Function 进行下一个迭代。将这些解析传感器的
逻辑以及将数据推送到客户服务的这个逻辑啊，大部分都用 Pulsar Function 来代替。这里说一下 Pulsar Function 的选择原因。第一，它是足够简单、轻量，它直接与 Pulsar 集成。在开发一个 Pulsar Function 的时候呢，不需要学习新的语法之类的。第二个是没有额外的组件，由于 Pulsar Function 它可以直接和 Pulsar Broker 一起运行在同一个 JVM 当中，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为一个新的组件。第三是多语言生态，这个呢主要是当我们的 Function 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希望将一个 Function 从 Java 语言迁移到 Go 语言，那么我们可以直接依赖于 Pulsar Function 的多语言生态。由于 Function 它本身的逻辑也非常小，所以这个迁移的动作也会很简单。第一个 Pulsar Function 我们是在2021年的9月初上线了第一个 Pulsar Function， 当时我们用的版本是 Pulsar 2.8.1。 第一个 Function 的逻辑也非常简单，就是将服务批推送数据到客户服务的这个逻辑放在了 HTTP Sync Function 里面。可以看到原来由 S 服务批直接推送数据到客户服务这个链路变成了服务批将数据推送到 Pulsar， 也就是 Pulsar Function 这里， Pulsar Function 再将数据推送到客户服务。下一个 Function 这里其实我们当时第二个 Function 很快也上线了，主要是由于客户希望我们同时能够拥有 HTTP 推送方式和 MQTT 推送方式，具体使用哪一种是由客户来选择，所以我们当时很快就上线了第二个 function MQTT Sync Function。 如果了解过 Pulsar Function 的同学可能会有疑惑，这个名字都是 Sync Function，而在 Pulsar 的生态里面有一个组件叫做 Pulsar Sync， 为什么不用 Pulsar Sync 而是单独实现 Function？ 对于我们来说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Function 它足够简单，只需要从Function 的 proxy 方法里面拿到数据就可以直接处理，并且它可以和所有的其他 function 一样统一一下代码风格，这是我们考虑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其他同学要学习这部分的时候，他看到的会所有的都是 function， 而不是function sync source， 就不需要没有那么多概念。第二个呢是Sync Function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灵活，它可以在Function 逻辑中另外的再 output 到其他的地方。到了这里，更多的 Function 其实与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上面呢前面呢是我们主要是希望替代将数据主动推送到客户服务的部分用 function 来做，后面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继续使用开发新的 function。 2020年呢随着业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同时还会有客户提供了一些客户的传感器，以至于我们开始对服务批进行下一个大版本的迭代。我们是计划将服务批的大部分逻辑都使用 Pulsar Function 来代替。
首先我们上线的一个新的 function 叫做 Pulsar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呢会接替所有传感器进来的数据，然后解析对应的传感器数据，同时它会 output 出一个 Promiscuous Sync Function。Promiscuous Sync Function 是用 Go 语言写的，然后它同时还会 output 到服务 P，服务 P 会填充一些逻辑、内容逻辑、逻辑策略到对应的 topic 里面，服务 P 再将这个包含了逻辑策略的 topic 再发送到对应的传感器 function 逻辑里面。例如，这 AQI Level Window Function，它可能这一种传感器类型有自己的逻辑。例如，它需要检测到这个洗手间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我们这里的 Window Function 做的也很简单，就是每一分钟会触发一次。每一次会拿到过去30分钟的数据，然后再看其他传感器类型的 function 也是如此，会有一个自己独特的逻辑处理。这些逻辑处理完之后呢，它会 output 到一个 sensor alert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做的一个内容也很简单，它就是需要检查进来的数据是不是需要告警？例如，这个 AQI 空气质量的数据是否超过了客户定的标准？例如太臭了，表示太臭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发一个告警给到服务 S，服务 S 呢会通过 Socket I/O 的协议的方式主动推送到用户页面。用户页面就可以知道当前这个厕所它的空气质量等级是怎么样，是好的还是坏的。然后来到看到第三个 occupy function，这个是我们主要一个主要逻辑的 function，也就是前面所看到的那个用户页面它需要知道这个厕所有多少个占用，多少个空闲。是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做的。这个 function 呢，它可能和其他的 function 不太一样。它由于它是一个有一个大局观的概念，例如，它第一个测位的传感器来到了 function，它是需要知道其他测位当前的数据是怎么样。例如，一号位当前是占用，它同时还需要知道这个洗手间其他的位置是否占用。这个呢，我们当前是通过服务 P 把其他位置的数据填充进来，然后才走到了 occupy function，而不是单独处理当前的这一条数据。后续呢，我们会计划将这一部分填充的逻辑数据也放在function 的一个 stator 功能里面，它的实际数据存储是存储在 bookkeeper 上面，就是我们传感器的一些主要逻辑 function，它最终都会走到服务 S。以服务用户为主，看下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是以客户服务为准，将数据推送到客户的服务。这里是分享一个案例，一个 Pulsar Sync Function。这个 Pulsar Sync Function 做的事情也是将当前 Pulsar 的数据推送到另一个 Pulsar 里面。这个案例呢是两个
云端环境。某一天，Region B 的服务 P 挂了，导致服务 S 没有数据来源。此时呢，用户页面相当于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没有新的数据推送过来。当时呢，我们是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服务 P。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是，Region A 服务 P 从 Region B 的 MQTT 里面拉取到传感器数据，然后它会在 Region A 的环境中走整套逻辑，最终属于 Region B 的数据会在 Pulsar Sync Function 中将数据推送到 Region B 的 Pulsar 里面，从而让服务 S 能够继续消费数据。这是一个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出现问题的一个案例。这里讲一下我们使用到的 Pulsar Runtime 以及语言。我们主要使用的是线程 Runtime 和进程 Runtime，它们两个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会使用线程 Runtime 呢？是由于我们有的客户，它只能在边缘部署服务器，这时候服务是不能上网，同时资源也是有限，这时候我们会使用线程 runtime。可以看到这一张图，所有的 function 都是运行在 Pulsar broker，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Pulsar standalone，所以function 都是运行在 Pulsar Broker 同一个 JVM 里面。另外呢，由于这个是这里打错了，不好意思，这是 Promisus Sync Function。由于它是构写的，它不支持线程 Runtime，所以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是让这个 Promisus Sync Function 同时支持以 function 的模式运行，也支持单独的进程方式运行。这就是我们在使用线程 runtime 的时候一个部署情况。那么在云端的环境中呢，我们是使用线程 runtime。线程 runtime 进程 runtime，这时候呢，所有的 function 都是交给 Pulsar function work 来管理的。那么，当有多个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管理 function 的呢？首先我们是希望尽可能的减少使用命令行，而是通过某种方式配置一下，就可以让某个 function 上线或者下线。所以我们在内部开发了一个管理 Spring，管理 Pulsar Function 的一个 Spring Boot Starter，它会做的一个事情呢是不断的调用 Pulsar Function API Admin API。可以看到，这些主要填充的内容其实就是调用命令行时我们需要传的参数。这里是做了一个示例，如果是 Go 的话，这个价就改成 Go，同时还会有一些 Window 相关的配置，这里没有列出来。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管理 Function，可以很轻松的在配置文件中就可以直接让一个 Function 上线或者下线。同时呢，我们会由我们自己的一个配置中心
当配置中心更改内容后，会通知服务 S。这里主要是通知这个 starter 会不断的调用 admin API 检查当前的 function 各种参数状态与当前的配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会调用 API 让 function 更新。这里再讲一下，就是当很多个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是说，这么多 function，我怎么知道哪个 function 正在运行，哪个 function 没有运行？其实也是通过 Pulsar 的 admin API 不断的会去请求 function 相关的状态。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边缘部署的时候，由于我们在边缘部署的时候，一是资源有限，二是它很有可能是没有网的，那么我们只能在通过 API 拿到它的状态数据之后，打印一些日志，而在云端呢，我们会有一个邮件告警，同时呢，会将对应的状态数据推送到普罗米修斯。这可能是我们当前 function 管理上还有待完善。这里讲一下，个人在社区贡献以及方向。我们呢主要是关注 Pulsar 在云原生方向的一个生态。例如呢，PIDA，我个人是给 PIDA 提了一个 PR，可以让它支持 Pulsar Scala。当这个 PR 在完成之后，如果了解过 Kubernetes 的同学会知道，PIDA 所做的事情是，自定义一些 HBA，从而让 Pod 可以根据对应的数据变化轻松的扩缩容。当这个 PR 完成之后，如果我们的数据是部署在 Kubernetes 之上，我们可以根据 Pulsar 的某个 topic 的消息的积压来动态的扩缩容对应的 pod。第二个呢是关注 etcd 元数据中心在 Pulsar 的应用。我们公司之前其实在etcd Pulsar 支持 etcd 元数据中心的时候也尝试了一下。但是呢，由于我们当前使用的是 Pulsar 2.1.0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function work 它还是会去和 JK 打交道，这部分还没有结，最新的已经解耦出来了，在发布的版本还没有支持完善，所以我们当时在测试了一下这个场景。未来的展望呢是，我们是希望大部分 function 可以替换掉服务 P，上线更多的 function。第二个呢是增强 function 初始化和关闭操作。这个功能呢，其实在最新的2.1.0，当前最新是2.10.1，它在2.10.0的时候已经支持了，但是由于它需要保持兼容旧版本的 function，所以它在接口有一个默认的时限，
在相当于在实现 function 的时候，你需要主动的去重写初始化的这个方法以及关闭的这个方法，这个可能需要在文档上明显的提出，否则可能不太清楚有这个内容。第二个呢是增强 function 的可观测性。我们当前是定时的通过 API 去检查当前 function 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的一个处理数据的数量和速度。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还不太够。例如呢，function 一个 function。它处理一次数据需要耗时多久？这个是在我们每一个 function 里面写代码实现的。后续看能不能在 Pulsar 原生支持这个功能。第四点是更多的参与社区活动和分享。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看好的，好看的，有没有问题。好的，好的，谢谢远鹏的分享啊。Pulsar Function 应该是它主打还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轻型计算啊，它和那 Flink 和 Spark 这种计算引擎还是有区别的。那可能也像远鹏之前那个介绍的，它可能更加适合这个物联网领域啊。对，远鹏，你能介绍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整个业务的一些应用场景吗？我看到刚才有同学留言说，你做这个智慧厕所能够监测是不是制止蹲坑摸鱼这种场，有没有这种用处啊？其实想做的话也是可以的。例如因为我们其实会有对这个数据做一个分析比如说这一次占用使用了多长时间等等。如果领导希望使用这个数据做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们 OK，了解。当时是在选型的时候也试了一下用 Flink。但是呢，最终还是选择了 Pulsar Function，主要是希望尽可能的减少组件，减少学习成本。但这并不是说Pulsar Function 和 Flink 是一个替代的关系，而是说在对应的架构时代选择对应的组件，例如在后续可能迭代之后，会从 Pulsar Function 迭代为 Flink 也是有可能的。它更像是一个在轻量场景的一个补充。好的好的，那远鹏应该回答了 Lucas 的问题啊，就是当初选择 Pulsar Function 的时候是怎么选型的？有和其他组件进行对比吗？刚才应该，你看远鹏，你这边还有相关的一个补充介绍吗？暂关于这时个没问有。题。好的好的，对，因为我们树懒先不生是，提到一个问题，好，你继续说。对，就是像刚刚说的，其实我们有做过对比，但是对比的主要就是 Flink，就其他的就没有做过多的对比，因为我们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种各种小数据量的一个计算。OK，好的，刚才树懒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批量消息到服务器，实时消息到客户端，各自的详细设计能讲一下吗？稍等一下。是这里。OK，那个利用这个间隙，马老师也可以准备一下小龙视频播放，其实我们这里实时消息到客户端，其实主要就是应用了 Socket I/O 这个协议。它相对于另一种场景是使用 WebSocket 主动推送数据到
用户界面。我们使用 Socket I/O 的原因是Socket I/O 它原生可以支持让客户端调用方法告诉服务器，它希望服务器推送什么事件，有这样一个场景。这个事件这个概念就很符合我们物联网的一个业务，因为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每一种传感器它数据最终推送到用户界面对应的事件，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像前面说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个占用，对用户来说就是一个事件。然后另外的就是这个厕所、这个洗手间它的空气质量情况怎么样？这也是另一个事件。至于批量消息到服务端，这可能是和我们物联网的一个专有场景有关，这可能不太适合其他的大数据领域。我们例如传感器，我们到服务器这里，到 MQTT 这里。接收到的数据其实是以 gateway 为单位，gateway 它会以传感器每一个传感器作为一个 topic 发送到 MQTT。那么对于这个 MQTT 服务器来说，它的连接数是 gateway 的数量，而不是传感器的数量。那么 gateway 的数量呢，我们一般是一个洗手间一个，是。按照我们的场景，目前来说是一个客户，他的 gateway 数量是数十个，而不是每一个传感器的数量。OK，好的，这看，个问题回答了，还有其他问题好，吗？那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你可以举手啊，这可能是更偏那个物联网场景，和我们之前了解的像那种偏那个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场景可能还不太一样啊，可能物联网行业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行业特征在的啊，所以说在整个加固使用上。我也和那个远鹏聊过，应该整个使用的 Pulsar 单 alone，也就 Pulsar 单机模式，对吧？对的，对的，由于边缘资源有限嘛，一般边缘资源给到 Pulsar 能够运行的，一般就是4G，可能机器总共是8G，但是机器让 Pulsar 这个进程运行的可能就4G。好的，了解，OK。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后面在我们 Pulsar 技术交流大群再继续做交流啊。我们后面也会将之前我们做的分享的那个内容整理成文字啊，把大家的问题做一个梳理。